个数学的，对我来讲，乐器来讲，这个蛮困难的，这个吹的。那我感觉，就是说，你节目安排的，就是越来越精彩，好底蹭，好久蹭瓮底啊，尤其到最后即兴表演的时候，那个我都有想冲动要上。那个是意外了，哪一个是纯粹意外？那个越来越精彩，对对对。我想你这个 ending 也是非常好，开心。尤其刚刚他讲的那个导领，导领那个有点陪衬的，好像提升了这个听众的想象。对对对，也蛮好的一个搭配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谢谢你。